你怎么又来家了？我来家吃饭啊。你知不知道你丢运到全国各地了？光用啊，真能活场里。再说你家虽然贵，你跑出了水，你虽然贵，你结婚会以后天天往家散去，天天往家散去，你活场里了。而且你全往早上跑，有没有这么第二个？人有脸须有皮，人不要脸没法挤。媳妇打电话说丈母娘没接，于是她带着我们爬了八楼来娘家住。啊！啊！啊！丈母娘，端午节快乐呀！不是你冬至快乐，你送我东西呢？这不是送了两盒吗？多幸福！哎呦，这啥玩意儿嘛？这回老家不少豆呀！不是，咱有袋儿呗。哦，我就觉得你是看上了。妈，俺小孩。然后我就带着来了，是吧，川川？根本就不是咱俩配的单，我不知道，我啥也不知道。哎，这多不好意思，你知道？俺下午再来接，这听不懂。不是你干啥呀？不干啥呀？这一大肚子肉。妈，那俺出去下楼买个东西啊，下楼买个东西再上来啊。那宿舍还大女的，辽宁啊，这俺自己带回来的。你真不是人，我去啊！哎，这小房间门怎么开了？啊，哎，老婆，你干啥呀？嘘，我看看老爸有没有好酒，给你弄两瓶。我去，你这小娘漏风了！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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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你别笑，我们都干啥？快点，够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没错，娘家的贼又回娘家了。我咋听？哎呦，小卖部有没人哟？先转完可得。快转着。先拿一个水龙头。你在寻觅什么？我看看这好友好像也没有了。拿一瓶。哇，哎，怎么还有点不好意思？我的天哪！啊，我拿我的，哎，哎呀，我也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再看看，再拿点辣条走吧。你又不能吃辣条，你拿什么呢？不拿了。那奶茶能喝？奶茶也不能喝，你不能喝奶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能喝。我拿了给你喝。哦，快快快，好媳妇的典范，娘家贼的代表。你妈呀，这到点了又来蹭饭了是吧？又拿点啥呀？妈，你看我给你拿好东西，我跟你说真的。啥玩意儿？这大蒜盛好了，这大蒜，看看，大蒜。还有那啥呢？还有姜呢，这姜也不错。不是，就拿点调料就来吃排骨来了。昨天没吃饱了吗？给我炖点儿呗。你看，配料都买完了，你说姜蒜啥？那不姜多钱呢？蒜多钱？排骨多钱呢？不吃吧，在两位不拿点配料就来吃排骨啊！最后一次，排骨炖的香啊！我跟你说，大蒜和姜这两样，我跟你说买的好啊。下次再买点别的。不是，你干吃肉啊？你太小了，你能不能吃点饭？我这应该得一会儿等你个，知道吗？我大娘，我就是我也是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看看看看，闺女是娘家的贼，啥都拿。看看，连金瓜都抱走了，鱼也提溜走了。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是娘家的贼，就是这个贼。